有点莫名其妙。不用这招，用这招好了。不要嘴角，别撑伤害。曹庆，领命。一二三，哎，打不到。啊，曹庆子摆前面。莫名的少三分啊，我发挥连动还没动，有动过还要少分。到还是差一个，哎，少那个，少一个王喜，真是差很多啊！碰不到，请指教。少一个王喜，差超大的。盟主令，看着奴家做什么？还是摸不到这一只差一些差。一在这儿呢。在此一戏。曹庆，领命。刀剑无眼。小计，治病救人了。姨在这儿呢。适可而止吧。奴家献丑了。回又是一万，然后这只可以，这个回打掉就可以省一个输出了。这些只要去打翻。曹庆，领命。休要轻慢。曹庆，领命。魂界相遇。治病救人了，适可而止吧。还有呢？可别怪奴家。好，两个将功降下去。哇，还是死了。到底这 M1 死在算不算呢？魂界相遇 ，M1 现在算不算我的人？来试试看哪一个。
治病救人了。这是个打我。适可而止吧。曹沁，领命。请指教。盟主令。刀剑无眼。归心。治病救人了。魂剑相与。还有呢。治病救人了。适可而止吧。我没死，看我怎么样。第一在这儿呢。先看看。奴家献丑了。魂剑相与。曹沁，领命。休要轻慢。回合魂剑相与 NPC 死的情况下有扣分吗？对啊， NPC 全部送头的情况下，总有一天家乡的